普京今天对外宣布的一些事件整个都被美西方国家认可了。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不？我说就是证明美国如果要是把一些烈性的武器，就是进攻性非常强的武器运到乌克兰的话，那就证明乌克兰的反攻是失败的。我是这说的不兄弟们，如果他反攻要是不失败，他不会把一些啊、哦、就是达到一定标准，或者是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越发提高武器这个援助的这个条码，越发证明乌克兰前线打得不好，懂得打个懂，对不对兄弟们？你想想，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啊，哪卖的鞋9.9块，是你妈那裤衩子才5毛钱，嗯啊，这个有的人说我这个瓦格纳这个事件至于你这么高兴吗？我老高兴了，他的武器升级证明他在前线打得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普京对外直接就宣布，目前为止随着乌克兰反攻了是2个星期左右，乌克兰目前为止26000人死亡，26000人死亡，就是乌克兰的士兵加上瓦格纳，就是包括乌克兰的这些美西方的雇佣联军，我们的准确数字一点假都没有，甚至超过26000人，而且有很多美西方国家的雇佣兵是因为他们的愚蠢导致被我们歼灭。看到这个消息没？普京把美西方国家的雇佣兵给埋汰屁了，说我告诉你，他们现在反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美西方国家给他们派了一帮非常愚蠢的这个乌克兰联军，起码可哑巴打屁了。你就别管普京这个言论啊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实性，有没有像他所说的他们那么厉害，但是今天他的言论我看完之后，我对尸横遍野，这是真的。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乌克兰现在他用的集束炸弹给俄罗斯在扎巴罗热地区，现在包括哈这个叫那个叫什么了兄弟们，那个叫什么赫尔松，不是赫尔松，那叫啥了，巴赫穆特，这两个地区属实让俄军也干屁了，这都不行，也让乌军也给干屁了。就是现在这个集束炸弹，现在俄罗斯已经用同样的方式非常疯狂的向乌克兰目前为止的占领区集束炸弹，那真是让乌克兰现在是尸横遍野。你会搞我真的，我要夸大一点宣传，我是你们儿子。乌克兰现在全境被俄罗斯未占领的，比方说哈尔科夫，还有那个叫尼古拉耶夫，还有那敖德萨，俄罗斯现在别的不用了，一骂集束炸弹。你会搞我真儿子骗你们，你们可以上网查的，俄罗斯的集束炸弹威力可老大了，就是给炸到什么程度，说实话今天就把这个敖德萨一个东正教的教堂都给炸了。看到这个消息得扣个七，东正教的教堂的，咱说实话，那包括整个欧洲国家很多人都信这个叫东正教啊，包括什么教皇这那都非常这个重视这个事件。现在目前为止俄罗斯以误伤的方式啊给干了，但是呢目前为止不是被逼的，听我跟你讲啊，最后而俄方媒体是这么报的，俄方官员说的，我们是啊根本就无助，就是没想往东正教这个教堂发射这个武器，也没想往某些国家的大使馆发射武器，但是前提目前为止到底是不是我们俄罗斯炸的，这东西无从考究。因为什么？因为当地也有很多反俄组织，是他们利用我们袭击敖德萨的时间啊，这个期间他们把东正教包括某些国家的大使馆给炸了。说这个情况我们俄罗斯不认，因为什么？我们也非常信仰这个东正教，而且我们的总统跟教教主叫什么什么，那小叫什么了，兄弟们？叫什么梵蒂冈是叫什么，说跟那个我们的跟那个啊那个东正教的教主关系也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啊。但是现在有的人会觉得，我到底谁炸的这东西呢？俄罗斯要是不承认，那就乌克兰炸的呗，乌克兰要不承认，那就美西方国家甚至是想挑起这场大战的中间的背后的黑手干的，同一国家观点扣个七，知道不兄弟们？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就在乌克兰全境的敖德萨，完事俄罗斯呢外俄罗斯自己的媒体对外播的跟政府官员对外说的可就不一样了。俄罗斯官员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炸的，是这里有其中有一些想让这个战争升级，或者是一些啊就是乌克兰的基于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希望整个北约都能与俄罗斯对抗的一些组织干的。但是俄罗斯媒体可不是这么报的，俄罗斯有一些媒体怎么报的，是这么报的，他说东正教被炸是基于我们发现了和掌握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经常接待一些外国的高级指挥官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地区秘密谈判了无数次，秘密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用这个教堂做隐蔽啊，就是这帽子，就说这是个教堂，谁也不能把怎么样。完最后呢，打着教堂的名义，实则干的全是反俄的事件。
导致俄罗斯忍无可忍，直接就给他拔了啊，炸的老，对，老百姓真哭了，这不是搞笑，就是那些东征要的都反响很强烈，就是这个事件现在目前为止给炸这样。原来我还有什么消息，哎呀，今天啊，你看头两天我给你们报我说的这个英国的商船，有的人都说被俄罗斯给炸了，我说那都是扯淡啊，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乌克兰的啊，就是英国的商船来到乌克兰的黑海啊，以什么卸粮食的方式，里头装的化肥，又有一些什么武器被俄罗斯给摧毁之后，都是又出现蘑菇云了，又这那的船里头的，简直就是老血乎了。说这家船的这个老好了，这老俄罗斯老厉害了，没有影的事儿。但是俄罗斯今天，啊，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成功的摧毁了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看到这个消息的扣个旗，有的老国我不信，这回我接受你们所有人上各大平台去搜一手资料，俄罗斯今天目前为止今天一天发射了8枚不9枚啊，那个叫什么什么精确制导导弹，回首俄罗斯就公布了，这一下子又得炸死多少英国指挥官，你会觉得我这是怎么，这是真的炸懵了，今天英国这回可强烈谴责这个事件啊，但是你谴责是谴责，人家俄罗斯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两个国家有战事，你其他国家在这块配合一些军事基地，或者是埋伏一些以及什么武装乌克兰啊，培训乌克兰士兵的方式上你们国家培训去，你怎么培训我都不管你啊，你怎么帮助乌克兰我都不管你，但是你来到乌克兰境内以打着培训乌克兰士兵的名义搁这嘎给我玩的狗连档，我他妈必敢对200多人，这哥们说的也不差，260人，其实说实话他不一定260人都死了，他一共有260人，就在这个敖德萨的这个空军和海军基地，对，叫搞马脑，用的是搞马脑的导弹，不是马脑石，叫搞马脑啊、哦，精确制导，而且是超高音速。乌克兰自己说了一枚没拦截了，全给炸，说是260，但是他一共是260人，但是呢，我认为这260人，去掉胳膊腿折的，也就220-230个人死，没全歼，你能全给人打死吗？对不对，兄弟？得留2个活口啊！就这俩炸的，这些导弹精准，全往一个地方炸，炸懵了。英国这回可不吱声，这回可不是不吱声了，自己都说了啊，就是目前为止啊，哎，就是给炸了个小样啊，你们回去了，我这喊我该不该改啊？